我们今天没有浪荡哎，怎么办？哎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那怎么走？收看《阿甘大明星》，只有我们两个人。
自己拍手哎、欸。安安你好。安安你好，我是曼曼。大明星你好。你好。今天大明星是曼曼，耶、yeah、耶。Yeah. 然后我们今天有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啊？就是你一个人来，然后就是有一些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你现在脸上都是光哎。我觉得对啊，你们现在在一个那个耶稣光啊，我们在一个开放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个环境当中啊，哈哈，太棒了吧！我们要来帮魏曼，好美的蛋糕哦。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在 Vito 跟在那个三立新网，这是我们 Vito 的副总，你好，长官亲自来那个问你那个18岁，那一已经不见了，所以是8岁，祝你大方，永远像18岁一样青春美丽。谢谢副总，不只是安安大明星，也是我们 Vito 大明星。哇，你每次在我们 Vito 的演出都有很高的点击率，真的吗？谢谢，我的荣幸。希望你未来永远像18岁一样青春美丽。谢谢副总，好诚恳哦，真的真的，副总，当然，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那个跟蛋糕合照一下。啊，现在不是在录影吗？现在正在，我们在直播，我们没有录影，我们慢慢的粉丝不要打我哈，不会啦，真诚的线上这样的一个祝福，对对对，然后这么漂亮的蛋糕，那我们把这个八把它吹掉好不好？好好，哦，祝魏曼生日快乐，重点是我超想吃的，真的，我们待会在那个，对对对，好，那我们还有，我们还有那个美丽的。我们今天就是来那个，谢谢美女，是我们那个新网的总监，新闻网总监你好，谢谢 Vito 总监。总监有什么祝福跟那个大明星讲一下吗？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谢对，永远都长这个样子，谢谢谢谢。被美女夸奖，你可以加持加持，嗯，然后会戏剧都越来越红，好，然后让我们的 Vito 的流量越来越好，好，然后让我们的戏剧的。记得收视率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帮忙，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还有特别的，这里、啊、这里是送给曼曼的卡片，是我们大家所有的。你要把它打开，好可爱哦！你开了才知道是什么。哇塞！就是所有的你的粉丝们。他们在网络上留言，然后你们把它全部写出来贴下来。就是我们新闻网跟我们 Vito， 我们所有。慢慢的粉丝们的留言，超专业的，对，那希望说你可以记得这一刻，所有人在你18岁生日这一天都为你献上这么诚挚的祝福，那希望你接下来呢就越来越成功，有更亮丽的表现。谢谢。我觉得他送完卡片之后，我觉得那个我们副总比较适合担任今天主持人，然后我就回去。好，安，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来慢慢请坐。啊，没有没有，不可以不可以。也很适合叫安安的感觉。对对对，这是那个粉丝送给你的。谢谢大家。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你知道制作人啊，手不太巧啦。嗯，是制作人做的。对对，就是你前面那个旁边那里那个有点壮硕的男人。哇塞，因为他写的真的很像粉丝哎，模拟是模拟粉丝的，是是那些。他唯一比较成功的是这张。那个图片，这图片很好、啊，对对，但也是因为那个美术做得好，然后他只是把你照片那个 P 进去而已。这个可能要粉丝来评论，因为他们很擅长做这个。我懂，我懂，我明白。但是你知道，身为一个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爸爸，自从他生完孩子以后，其实就没有什么美工的才华，他就什么都随便写一写。不会，有心最好了。他连送老婆都没有送这么好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在这边公然用平台工作，就是对跟女明星示好，我觉得你的太太可能会觉得女生的等级不一样。不是不是，觉得太太有别的。哦，我懂。对，我这个只有是这个形式上而已。太太就是永远的太太，你是一个一日的这个生日巨星。对呀，然后就把卡片送给你，谢谢。然后要切蛋糕是吗？你自己送过来啊。你有什么好害羞的呢？你也入镜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从来就没有在管人家。就哎，你要把卡片放好，你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好，你要给他那个切蛋糕的刀子。这是我们哎，这是你今年吃的第一个蛋糕吗？对，是。真的哈，非常快。我对不起。不会不会。粉丝不要难过。粉丝不难过不难过。我们可以明显知道他才华真的有限，你看他立刻这个地方就掉下来，我真的觉得有点。这代表满满的祝福，像。从天上这样撒下来，真的，她是仙女啊！哎呀，不要这样子啦！哎呦，仙女切蛋糕，好，谢谢。对对对，那我们要唱歌吗？啊，那只有几个人而已。哎，天哪，是副总跟总监唱歌，我觉得你何德何能啊？没有没有，这是一种加持，你知道的。加持灌顶。仙女下凡的时候，总是人间也要找一些特别的人来帮你祝福。好，烟光也很不错。那我们只要唱最后一句就好，让她切蛋糕，祝你生日快乐。
等一下，你可以先许愿。现在蜡烛已经被一定要许，当然，一定先许。第一个愿望，希望 Vido 所有的同事、行销公关部门所有的同事们都可以身体健康，赚大钱。新闻网，对，希望大家赚大钱，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第二个，希望我们扑通扑通我爱你的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演员，全部都也都是拍摄顺利，身体健康，然后收视率可以节节上升。耶，好。第三个愿望不能讲。从今天开始，每天未满都可以许愿。然后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一直九月那个五号，对，九月五号之前就是未满生日周。然后第三个愿望通常会许很久，第三个愿望许完之后，我们直播可能已经结束了。不是我愿望，哎，好了，我以为说直播结束你愿望才会刚好许完，许很虔诚。真的，好啦，今天未满来，然后我们副总跟我们总监特别来送上祝福，谢谢。你不要哭哭，你现在眼睛就是湿湿的，对对对，冷静一点。那你可以入座了。好，那你们就先。谢谢副总，谢谢副总，谢谢。哇塞！你蛋糕要切一刀啊，何德何能呢？他们才能送去给大家吃，这样好不好？这个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那你想要吃哪个？你可以先吃一个。那我来吃瓶。我切吗？哦，对对对。换你生日啊！哎，你应该要先切的。可是这是你的生日蛋糕啊。再切。哦，要转过来对切，这样我把水果整个给它切过去，哎。天哪，其实这让我想到去年我们是切这边吗？因为我这边没切好。哦，对，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切个样子，切个样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处女座的人就是优秀，哎。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哎，可以拿走了。哎，等一下，我们两个要拍照，哎，我们要蛋糕。对啊，这蛋糕超重要的。对，我觉得我们今天流程就是完全没有。哎，制作人，你可以把刀子先收一下吗？我觉得制作人今天没有，是应该要粘一下。我觉得今天不要，就是我们就是不要互相，你知道我们这个要拿一下的，不要互相伤害啊。我们没有互相伤害，我们就给大家，哎嗨，哎，就是你的那个美丽的，因为头上有光。哦，有光。嗯，好。3、2、1，耶。3、2、1，OK。好，再这样没完没了的那个拍照下去，节目就直接进入到。这蛋糕真好，哎，欸，嘉玲在拍你，好，谢谢，好，哎，谢谢制作人，生日快乐！你要读一下那个啊，粉丝的留言，要读是不是？对啊，他们千辛万苦的来这里，好，好像有一种读圣旨的感觉，有没有？因为我在脸上还有一个光，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就是有一种。陪伴仙女读那个凡间的祝福，几乎每个我都认识，哎，哦，真的吗？他们真的陪我好久了，天哪！从真爱趁现在和彩荣，哇塞，对，所以我很感谢三立，真的让我演这么多戏，然后让大家认识。重点是你就是值得大家喜欢啊，没有，而且就是那些角色都很讨喜，而且你演起来就很，而且你叫慢慢，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一直往登峰的那个高度。不用登峰，我不想，没有要很登峰。啊，真的吗？平平顺顺就好了。美丽也要登峰啊！啊，没关系，维持就好了。哦，真的哦，维持，因为现在已经很美了。啊，谢谢。我觉得你都把它念完，也真的也太多。我们也就两个小时结束了。对，我们觉得你就是把你看得到的名字念一遍，他们应该就很开心。好，谢谢 Aaron 吴 ，Aaron 吴，谢谢简云颖，谢谢熊宝宝，谢谢沈欣荣，谢谢杨洋，谢谢郑雨欣，谢谢黄静莹，谢谢陈以欣，谢谢陈杰，谢谢 Sunny 李桃啦，李桃，好，谢谢王彦文，谢谢曾小涵，谢谢刘知颖，谢谢陈静茹，谢谢林怡君，谢谢陈以欣，你写两次哈，谢谢林雨荣，谢谢新鱼，谢谢杨佩璇，谢谢张雅慧，谢谢曾庭轩，谢谢专属阿曼后援会，谢谢 Lan Christie， 谢谢叶琪，谢谢 AB Wu， 谢谢杨庭宇，谢谢张雅慧，谢谢杨玉娟，谢谢陈玉珍，谢谢顽皮安。好，这边念完了。对，哎呦，这个怎么又要掉了？不要这样子，那个为难那个生完孩子的爸爸。谢谢杨圆圆，谢谢钟梦杰，谢谢 Albi 雅比，谢谢徐黎，谢谢陈品言，谢谢吴雅婷，谢谢 Selina Yo， 谢谢谢嘉怡还是谢嘉欣啊？
谢谢张琼云，谢谢香香，谢谢吴小玲，写超长的，对对对对，他从好久好久以前哦，我粉丝只有几个万而已，就是几个万的时候他就在了，对对对，现在个位数的时候，几个十万的时候他也还在，当然几个百万的时候他也有还在，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几个千万的时候也一直在，嗯，而且好像很多也都是处女座的，哦，真的吗？处女座就有心嘛，对没？谢谢黄以山，谢谢庄彩妍，谢谢黄香玲，谢谢王宇瑞，谢谢叶心如，谢谢林美君，谢谢新宝，谢谢张琼云，谢谢他送蛋糕来给你，谢谢陈小可，谢谢简云颖，简韵山孕妇，谢谢 Pinky 真，谢谢曼的 毕卡索林，谢谢，因为真的很会画画，谢谢许佩瑜，谢谢黄瑜金，谢谢文文，谢谢新宝，谢谢 Melody 黄，谢谢潘新佑，谢谢蔡静秋，他是陈毅的粉丝的、啊。哦，好，你干嘛这样？因为他常常来留言，我知道。哦、真的。谢谢吴静。还有那边一个。还有一个。在那里。许佩瑜。楼下还有一个。哦，谢谢詹前影。你看是不是？谢谢。还有吗？嗯，还有很多。然后他们陆陆续来、哦，就是在那个截稿前啊，现在还要自己把它贴好。对，我们都没关系，没有，这个哦，是贴这个，好好 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到底魏曼那个收到祝福，然后那个里面都留了什么东西？可以回去那个慢慢的看。但我们觉得一个一个帮他们唱名出来，其实对粉丝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情。是啊，他们就喜欢那边叫我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决定，如果芝芝现在这样叫我名字，我也会。我觉得你这个愿望就是每年都在许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一年你真的跟朱志燮一起就是过生日的话，那时候他应该60岁。我觉得你不要把人生就是想着要那么久以后才能实现这件事，所以你会想要，如果他帮你过生日的话，你想要用什么方式过生日？陪我一整天。女生有时候也是有疯狂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那你那天会穿什么衣服？哎、我吃蛋糕。啊，你想一下。我会。穿长裙。裙装。所以你穿的有气质。哦，真的。嗯，然后头发是直的。啊、那早上大概几点的时候要开始约会？看他睡饱啊。你生日的时候他会说：“那就看你呀、啊，那你想要几点吧？”我想要一张看眼就看到他好啦好啦，不要提苏志燮啦，这样很多苏太太会。不会啊，又没关系，就是你也是其中一个而已啊、嗯、就是大家姐妹一起想象嘛、嗯、那每个苏太太都有自己生日那一天啊，那你只不过是满足你自己的想象，我们 OK 我们 OK、嗯、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对。谢谢。那起床就看到之后，然后再来早餐要吃什么？我做给他吃。那您比较擅长的早餐的那个主菜是？嗯，荷包蛋，煎个和太阳蛋，看他要炒蛋或是荷包蛋。就是，所以你就是只会太阳蛋，就会是只有蛋而已。蛋，嗯，还会有生菜沙拉，我会做沙拉给他吃。生菜沙拉。对，然后还会有很好喝的豆浆，亲自用电锅蒸好的黄豆，然后再打成。天哪、啊！豆浆，光听你讲，所以你或者他要吃优格，我也可以做给他吃。一个月前先把草莓种好，一个月前种有。其实草莓不用啊，草莓当天种就好了。哦、真的耶！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不能太熟。你经纪人已经就是觉得你今天来就完全就他很开心，他想要你生日。哎呀，生日就许一个愿望。对啊对对啊，可是我光听你这样，那你这样你要很早起床哎。没关系。啊，我帮你倒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自己喝吗？好，来要不要吃草莓？嗯、啊，好。现在就帮你种了。不用种，你自己我们先吃一个草莓。啊，好。我们吃草莓就是。哎、欸，那这样早餐你刚光那个套餐 set 做完，大概要几小时啊？6点起床好了。6点。刚刚睡到8点。他睡到8点、嗯哦，所以你2个小时可以做完刚刚你讲的那个。对对对对。不然改天我们来直播做早餐。哦，好啊。那你们可能会等到中午都吃不到。我觉得你不用啊，我们会就是尽可能找几个跟苏志燮可能身高一样，然后戴个面具。不要。不行。不行。苏志燮只有一个。对。无可取代。那你已经喜欢，所以你是一个对那个，
可以说这是一种爱情吗？不是，我没有想要跟他交往啊。真的吗？对，他坐在我旁边，我就已经。可是你想要当苏太太，然后你没有要跟他交往。苏太太只是支持他，像他最近有一部电影上军舰岛，是吧？军舰岛，听说超好看，然后我们同剧组的男演员都有去看，然后叫我一定要看，然后我听到他们在夸奖苏志燮演的有多好多 man， 我就超开心了。这是真爱，就是有人喜欢他，然后他可以要上国际，我都超为他开心的。天哪，对啊，真的，你都没有这样子的吗？就是我觉得我只是不能想象出你长时间被大家就是也当成这样的对象，然后你也可以。对对对，这是我的工作，可是我也是普通人嘛。啊，对对对，他说这些如果知道，哎，是那你有曾经尝试？我有去他的那个集长会，6000个女生在那边，真的。对，然后他从头到尾都吗？有啊，但是苏志燮在我是什么啊？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高台大厅上面舞台前，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好大一只，然后手臂很粗，就是很壮啦，然后就很 man 的一个人，然后长得又很帅，就坐在那边，然后每个人哪一年的事啊？好像3年前，在台北吗？2年3年，对对，在台北，对对对。所以你那天他第一次来，那天你刚好没有在工作还是请假？那天刚好就是无业游民中，没有啦。那就算你那天在工作，你也是要请假的，对？我应该是请假去的，我记得我忘记了。忘记我，你忘记了？我只记得就是他在台上的那一幕，我跟他击掌完，我跟他说 I love you， 然后重点是我声音 I love you forever， 重点是我那时候声音超低沉，我超懊恼的。我懂，我懂，我能明白，就是你好不容易这么靠近的时候，而且你都会很想要看他近距离的时候，看到他对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那个眼神，都没有，他很专业，都没有。天哪，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他可能在心里有。自以为没关系啊，就 OK。我们不知道说今天，我们今天办一个线上青春会，然后一个女生一直在讲她的男神。制作人，你的想法是？哦，没有个 VCR 啊，有 VCR？ 真的？真的啊。你想要看到谁？苏志燮？我不敢想啊。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我还期待一下。你要期待一下，就是每个都是惊喜啊，那就算不是苏志燮，你也要用好像看到是苏志燮一样的心。好，我忘了叫他模仿苏志燮。不要啦，不行啊，男生不能亵渎啊。哦，好，请看 VCR。哎，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没有，我们看 VCR， 我们的节目就是比较老派，你也知道，就是要请看这样子。而且虽然那是就是为你特别录制的 VCR。你还是要这样 cue 他，这样好，可以吗？但要 rehearsal， 我们导播跟每个明星就是都要搭，所以他需要一个 tempo 先给他。好，那你先示范一下，你等一下可能大概是怎么样的方式 cue？ 请看 VCR。对，哎，要老派一点。好老派哦，一定要看 VCR。对，大概是这种概念。好，那你试一下，导播先跟你，导播这次是 rehearsal， 你不要太紧张，来，现在。好，来3、2、1，请看 VCR。哎，这次是假的，导播你千万不要播出来。对，我们导播很容易在那个蕊场的时候就自己那个放袋子。好，好，那接下来是真的要来，导播你准备好了吗？啊，太远了。其实我们导播习惯就是隔空跟我们电话。导播到底在哪？导播刚刚你休息室在隔壁那一间，他现在如果可以喊得出来的话，我好担心他的工作，就是他会嗓门太大，那明天可能他就不用上班，因为，哎，导播会跟你问，你问一下导播他好了吗？他好了是。我们制作人是不是很腼腆？很腼腆啊，是一个好爸爸。他都含情脉脉看好了，随时你有什么需要，他就在那边。其实通常是因为他通常会站这边，如果是对象，但所以他今天站这边，你也知道他想要看谁。对，所以他一直看到我背影，我不懂一个制作人怎么 cue 我，然后我一直要回头。其实我对于今天他的工作态度有一些想法，没有啦。然后他一直在我来2次，我都有注意他，他随时随地都在盯着你看。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喝水他就水来，你要擦汗他就擦。那你有明白那个视线的走位的状况吗？只要你来的时候，为什么都只有你看得到他，而我看不到他？你有明白这种状态吗？因为这是一个背后守护者的概念。我懂我懂，你不要再帮他说话。但是他现在一直想要 cue 袋子。好啊，因为他帮你找了，可以啊。现在就是你跟导播默契的问题了。我们在经过这么多。那个垃圾话之后，好，然后现在导播不知道状态怎么样，因为我很紧张。你有什么好紧张？你随便举手投足都是。天哪，导播有放出声音来，你有听到吗？我听到，导播是个女生。是，她超酷的。好，她上次有一个，謝謝等一下，她上次有一个人让她很紧张，胡宇威。为什么？因为她就是喜欢胡宇威。然后你会吃醋吗？我不会。不会，好。导播，那你准备好了吗？
然后呢？导播有点生气。没关系，导播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所以其实观众也蛮想听到他的声音。他是心脏嘛，导播很厉害，导播现在就是在扑通扑通，要等着说你爱你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这样弄他。好，那我们要看袋子了。我好紧张。不用啦，谁呀？你猜嘛。我怕你等下长叹一口气说啊，有那几类啦。万一怎么都，万一没人呢，就是更丢脸呢。不是啦，就是我们担心，就觉得因为不会只有你吧？不是啊，不是我，因为他今天录那个影片之后，最后一句话好煞风景。你说你刚刚叫那个人录？对啊，他录那句话，我就说哈，怎么讲？就好不容易你今天有一个，就是对，好，准备看谁来跟你说生日快乐，在今天安安大明星，请看 VCR。扑通扑通，我爱你！祝福我们最美丽的女主角薇曼生日快乐！最近我们真的很辛苦，不是在拍戏，就是在拍戏的路上。那知道你今天终于有可以喘口气的机会，也知道你现在正在暗暗大明星里面，所以这个祝福是一定要替你献上的。祝福你生日快乐，一切平安顺心，然后一切事事如意。待会见。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薇曼等一下要去上班，他现在穿这样子，等一下要换下来。待会见。对，他等一下又变艾丽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加恩 OK 啦，加恩变艾丽，他现在是加艾丽增加恩，对对对。我好黑哦，你有觉得我比上次来更黑？啊，你在那种那么开阔的地方拍，一定是这样子啊！而且现在每天38度、39度这样子上班，然后你刚刚又去，好险我不是企鹅哈，没事，没关系。处女座的冷笑话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笑出来，就是处女座之间其实也没有在管这种，互相要去吹捧对方。你刚刚的笑话真的蛮冷的。然后你今天早上不是也去晒太阳吗？对，我刚刚去一个公益路跑活动记者会，带市长同胞陪跑。哇，有女生陪跑哎，然后就是有爱的人看不到啦。我知道啊，看清楚。但是那是心跟心是看得到的，很难陪跑，因为要很小心。但你这件事情是这个月就要做的，下个月，下个月10月28，10月28，对，哇，对。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我们处女座的人其实都很有爱。人家 Q 这样的活动啊 ，Q 这样的那个邀请，应该是尽可能都一定会答应他。对，我觉得尤其是公众人物，一定要号召大家做公益。对。而且这个赛，这算是一个赛事吗？这个活动还在报名吗？还在报名当中。对，大家可以上三商公益。反正这是一个公益的那个。对。我的粉丝团应该有连结三商美邦。公益路跑活动，对，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就是女神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她去那个做这个公益路跑的代言，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至关重要。那在拍戏的空档，其实你也会有一些增强自己体力的运动吗？你前阵子不断的在倒吊，有啊，我有做那个，最近还有时间倒吊吗？最近没有时间，最近好累，我连睡觉都没有时间。真的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就是进入了拍戏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可以依然美丽，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啊，要谢谢灯光师还有导演。你看他们今天也帮你、就是，还有我们亲爱的男主角，他真的很照顾我。真的吗？你看我跟你说，他们说一跟陈毅说，今天薇曼要来，可以就是帮忙录一段影片嘛。他二话不说，对，他就直接答应，然后秒传给制作人，这样真的很好。他真的也是你新认识的贴心的好朋友。是，最近跟他合作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哦，真的。处女座人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真的啊，真的啊。就他很真心的一个人，就是跟我认识他之前感觉差很多。所以在还没合作之前，就完全就是一种没有交集的状态。对。没有交集。对啊，我要记得你们在那个就是书画间那天，我还在那边给稿的那边搭起友谊的桥梁。要拉拢我们友谊桥梁，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我那时候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对对对，就是处女座的人，我知道处女座的人就是面对一个新的朋友。因为我很慢熟。因为你叫薇曼啊，就是一切都很慢，超慢。超慢。而且大家会叫他慢慢，就越来越慢。Tempo 跟大家不太一样。对对对，那天慢慢说来，本来其实要叫你来跟他们唱歌啦，就想说就你在说啊。
他们唱歌应该很好听吧？还蛮慢的，还蛮慢，相当慢，对啊，很好听吧？快点，那个大家都知道，你跟那个新戏的男主角就成为是一个好朋友的状态。嗯，他有什么让你觉得最迷人的地方？不管是戏里面的邢少天，或是戏外头的陈怡，我觉得他很像邢少天的、欸。其实、啊、真的吗？对，因为导演其实在开拍前。我觉得那粉丝真的很可爱，他就在外面走来走去，很可爱。哦、你说那位吗？对，对啊，我们今天就是故意这样做。哎、欸，你看他们就以为就是，他以为我没有看到他，對但是他们现在还要这样遮着这样走过去。对，有，就是我们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故意要给他看的，但是外面现在你知道，就是他们会在外面看那个，对他们躲在那个树荫下。对，我们今天就是故意走一个那个落地窗路线的情境安排。可以啊 ，OK 啊，贴心吗？但是就是我会一直有一盏阳光这样烧在我的脸上，你要瞧一下，就是不要这边回去这边一块黑。对，所以我一直在那个，然后你还是想要跟我换位置啊？我这边怎么可以？好阴凉哦！你这边就是他们瞧好的，而且制作人都站在这边了。他我在跟他换位置，他又要换位置。我们今天节目一直真做不完，不好意思。对，而且你等一下陈毅说待会见，真的。好，我们刚聊到哪？说聊到陈毅吗？聊到邢少天，对对对， oh. 没有啦，就是新戏嘛。因为最近啊、这部新戏，那让你就是结识了一群新的朋友。嗯、这里面应该蛮多个，哎，真的耶。对啊，还有除了陈乃荣之外，陈乃荣很熟了。对啊，其他几乎都是那个。陈乃荣也是很开心认识他，每次跟他见面，我都看到他成长，然后越来越成熟。哎，你在三立的第一部戏就有他，对，回到爱以前。他就是后来杀进来。他也是一个很走心的人，哦、真的吗？他不说跟你说瞎哈拉的话。哦、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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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说话都是直来直往，然后都很走心。走心呢、欸？对，天哪，处女座最怕遇到走心的人了。就整个就对对对，我们啊，所以不能骗处女座，不要用走心的方式欺骗。不会啦，我也是有保护机制啊，就是有分很多阶段嘛。对对对，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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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一直要讲陈毅，然后一直在讲陈乃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还要讲陈毅哦！啊，不要讲，不要讲。哎，陈毅，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空讲你。讲陈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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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好，陈毅就是一个很有诚意的男孩，就大家讲。对，真的很有诚意。对，我们讲完了。对，他还有什么？没关系啦，你慢慢在那个脸。你会觉得在拍戏的时候，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他永远都在注意你的状态，然后会就是提醒你，然后照顾你。对，除非他自己汗流浃背的时候而已。那应该是每一秒他都汗流浃背啊。对，但是他还是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个人他一直都是在关心你的，嗯、就是从开拍第一天到现在他都是这样。真的，所以你们会那个下班，他很珍惜这一份这部戏。有感受，有感受。然后从那个你们每一次的任何一次啊、为戏要做的算是宣传或什么吧，你们两个其实真的都很愿意、欸，很团结，对对对，感觉真的很好，就是百忙都会拨空的那种感觉，一定会挤出时间来那种概念。嗯、你们平常会赖来赖去吗？嗯，我们微信来微信去。哦，微信来微信。对。那他昨天最后一句跟你讲的微信的话是，还是昨天没有？我实在太累了，我先睡了，晚安，明天见，就这样。哦，真的吗？好啊，我们问到一个小小，所以你们每天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就晚安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晚上都有在 chat。不是，这这是很基本的礼貌，我懂啊，明白。对，这也很好啊，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要能够培养默契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对对对，那今天是这一年度的第一个小小的生日的庆祝，不要说暖寿啊，都还那么年轻，所以接下来每天都希望有蛋糕吗？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讲，陈毅一定每天买蛋糕给你。我们就来看陈毅有没有，我们来看陈毅会不会每天都送一个蛋糕，送到9月5号。可能剧本突然写到他要抱我啊什么的，就是算了啦。没有，我们送蛋糕不一定要吃啊，然后蛋糕可以有大有小。我们希望陈毅可以看到这段影片。那你们如果接下来每天真的都有蛋糕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就是有情有义男子汉哎。不要不要不要，不用吗？希望他我们花，他想要花，他想要每天都送花。好哎，是这个概念吗？花也不错。所以你喜欢花？嗯。好好好，那你要什么花？我帮你跟他讲。他有送我一个干燥花，那是他。注意啦，你注意。真的、啊，我干燥花我也很喜欢啊。我帮你开。哎，这个感觉是很不错的。我们那天拍的超累，在外双溪的那个山边，然后大太阳，快40度，超晕的。然后我经过他车，因为他车修好了，然后就突然拿一个沙送你这样子，那个感觉是就是好像有人来探班送你饮料那种感觉。哦，真的。哎，这样讲好像。
想不会啦，就是这是一种比拟而已，没关系。这是美的冒泡的意思。好，祝你就是扑通扑通。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有蒸蒸日上的，嗯，好这样的概念。好，对啊，制作人特别安排的，谢谢。他每一个，他还是处女座哎，我知道。他跟你生日同一天，9月5号哦，辛苦你了。为什么？我觉得当处女座很辛苦啊。对啊。哎、欸，奇怪，我也是哎、欸，为什么你们两个在那边眉来眼去的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去年一起过生日哎、欸，对啊，然后他你跟我差一天了，对 对, 對，然后我们就是一通电话，他说啊你要出来吗？我说哦好啊，那要去哪里？然后他车子就开来了哎、欸，然后我就上他的车，我们就到，哎、欸、还遇到你朋友，嗯，然后我们就去那里咖啡厅，咖啡厅，对对对，哎、嗯欸，你那天穿的很像小智，哦对，我们还有拍照，对。有，然后那是我的本人照片初登上为嘛 Instagram 的那个第一次，哪有？那就是我们明明合照就很多，但是你第一次 po 啊，我都我 po 你，你又没 po 我，对不起，没关系，立刻、嗯、好说好说，哎，没有要没有要干嘛？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你对粉丝就是胜过对任何人，因为你的 Facebook 啊，你的 Instagram 上面都会有跟粉丝的合照，无敌，只要有拍就有 po 的概念。应该的嘛，他们这么爱我。你们得啦，你们得。哎、欸，我们现在立刻po啊！真的吗？人真的很好哎、欸啊。都被这样说了。哎、欸，快点那个。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叫吕月文？哎、欸，对，他怎么了？他是我们这部戏的服装师。所以呢？然后因为月文就是有点难记。哦。对，然后大概拍现这样两个月了。我记名字真的很差，不是我故意的，我是记名字真的很差。所以你有脸盲吗？还是不是脸盲？我认人很厉害，可是我记名字真的很不厉害。哎哎哎，对对，一直哎哎哎，然后他有一次超难过，他就说我对你这么好，你到现在连我的名字你都不记得。他是处女座的吗？他不是。哦，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好痛哦。你说这句话，我说你赶快把你的那个名片拿来，然后他没有名片，他就这个，然后就把它贴在手机。对。阿伯呢？对，我就这样的。然后就下次看到他说：“哎、欸，那个吕月文。”他知道你有贴这个吗？就是我当他就最后一张这个名片小纸条、哦。他应该觉得很感动吧？他的最后一张贴在薇曼的手机，而且贴在正面，这样我才会记得。那你这有保护贴吗？这样子，这样我想就是拍完一部戏上面全部都名字。我觉得这样接电话也是蛮麻烦，就不知道来电显示是谁。不会啦，就、哦、明白明白，每个人都有，我怕你错过数字蟹的电话。啊，不要再讲这个了。好，所以现在我会特别办一只手机给他，注意一下你家艺人的那个身体状态啊。对，挂在这。哎、欸，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有很多那个粉丝的留言，然后被我们那个制作人选上。我们希望今天就是你知道大明星生日，然后粉丝快乐的概念，这是我们每次办这个线上庆生很重要的一个那个理念跟想法。嗯、所以你今天必须以寿星的身份，然后送出。署名的那个签名拍立得，好哎、欸，我刚刚拍了20张了吧？懂得懂、嗯。然后有三个人是制作人选的，好，你愿意让同一天生日的人帮你选？没问题，他觉得就是有走心的那个内容吗？但是导播刚刚有跟我说，就是我透过荧幕也看不清楚他们到底写什么、嗯。你到底要不要给我手机？就是我不是应该要朗读一下粉丝的那个留言吗？欸、然后这边现在有好多人在那里偷瞄你。也没有好多啦，两个而已。哎、欸，这两只不是我们剧组的实习生吗？对啊，他们一直骗我们哎、欸。怎么说？就突然某一天走了，然后跟我们自攀说我们要走了啊。他们差不多，他们那一个礼拜又出现了。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今天又出现了啊？到底要不要上课啊？有啊，他们到月底。哦，到月底。对啊，对啊。就开学。就开学了。好啦，那这次真的是。你选那么多字的人哦、喔，你有事吗？今天是他们每个都写的超好的、欸。对对对，其实他是以评比作文比赛的那个概念、啊、选出的前三名。对不起，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可以在这边说一下吗？你说啊，你可以在这里说任何事。就是、大家常常就是会送礼物，好，就是我很开心，真的每次收到超多礼物，然后都是他们超用心准备的。对。可是可不可以修改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要用塑胶袋。然后还有那个包装，尽量不要用塑胶的。对，好，因为地球发烧了。好，对，那个塑胶纸，我也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都留着。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比较
就是可以多一点小贴心的，对，可以用环保材质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要送来那个什么特别的礼物，需要把它做一些包装的。的话，对，那尽量也不要破费，尽量也不要送礼物啦。对，我已经有那个心，我已经很满足了，对对对，就把那个钱省下来存钱，好好存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想然后做公益。哦，明白明白。你可以做公益以后，你把那个捐款的收据可以寄给我看，我就很开心。这位太太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就直接寄公益团体的捐款收据给他之类的。对，他觉得这是最棒的礼物，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不管多少，就是不要把钱花在他身上，没有必要。他已经很会赚，我知道你很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但是不管怎样，我就觉得他想要发挥一些，就你如果有这个心，然后他希望就是把他的爱一起借由你的那个，借由你的双手，然后一起送出去，因为让是为慢让你有这个动力的。是这个概念，可以这样可以吗？很棒，我是也很走心，最爱你了，超走心的。开玩笑，来第一个被选到了这一篇，大概可以把整个荧幕占满的留言，我们可以请导播帮我们上一下。这位太太，你自己念一下。好了，他留这么长，我一定 po 喽。啊，真的耶！哦，人超好的，天哪，我们正在 live 中，这是吴小玲写的耶。吴小玲，他还有很多撞生词，他还先咳嗽。对，我觉得他真的也是很有戏。好。我先问一下制作人，你选这篇的你的想法是，你要不要一起进来？你也是寿星，他旁边有位置，这个很让你感动。他今天有跟我讲一件事，他就说江哥，我跟你讲，那个吼，我们开放那个魏曼粉丝留言啊，他只要打开一个，就是要卷很多的页面这样，怎么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他们就很用心，就是在这边几乎就是在。已经算是在写信了，所以我们今天他才这么用心的帮他做一张卡片，你感觉跟他们回忆很多。哎，导播那个魏曼还没有看完啊，不好意思啊，对啊，导播你可以切双画面一下，对，好好好，哈，吴小玲好，哈，哦，真的吗？他还有两面，所以要念吗？嗯，就是念你想念的那一行就好了，就是给他一点。还是我可以看你的手机，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就是，其实我年过三十，有点老花了。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真的很贴心。其实这只是制作人的手机，他一直想要让你可以拿他的手机的。我喝水，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是有点比较多余，就是一个串场的概念啊。你两个做临摹影，你干嘛？你很重要，好不好？你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你赶快念，赶快念。主持人，没有你主持，我们都会很不安。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很贴心，就听你做人就这样走心。好，好，吴小玲，那个想当初你粉丝才几万人的时候，一人得分饰好几角，这有点看不懂。他是说他一人要分饰很几角，还是？哦，对，是他自己要分饰很计较，我懂，一手拿你的名牌荧光棒子，一手还要拿手机拍你美美的照片。虽然我对美的认知跟你永远不同，因为他们很喜欢拍我的丑照。我懂啊，而且他们很爱说你很想帮我 P 成，而且他们很喜欢说你很像一个南韩什么男团里面的谁耶 ？J Hope。对啊，因为我觉得很荣幸啊。我知道，但是我是男生很可爱，对对对，但你知道，就是女生男生对，应该是那个男生的粉丝就怕他觉得我像哦，那就好，那就好，觉得我很荣幸。我们很担心，就是大家就是对对对，慢慢就是我很开心，慢慢对对，希望他可以像苏志燮啊，慢慢是这样想。我不要夫妻脸，夫妻脸没关系，不管你有没有时间睡觉了，而是我每天一定都会想一个梗。每天一 P 图，制作一图去你家 FB 热闹开讲，讲热闹是好听，其实是很吵，甚至还无厘头的为你开了24小时，没在干嘛点，全年无休，为了只留一盏灯，落烧水，等辛苦的大奶妈你拍戏，那你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吗？让你知道我们都在，不会觉得那个落烧水是说一杯咖喱落烧水的意思。落烧水等你回来才辛苦，他是说落烧水单行扣的大奶妈要你拍戏啦，拍戏啦，回来都让你知道我们都还在线上等你。天哪，真的，我你有办过线上洗澡这样的活动吗？那为什么他要落烧水嘞？这个人也是真的很粗鄙，他是一个怎样的朋友？因为之前我都会很无聊，就是说我明天4点要起床，要叫我起床，他们就整个晚上不睡觉，然后真的4点的时候就在我 FB 就是叮咚叮咚。真的啊，吴小玲现在有在线上吗？吴小玲现在在线上，我说 right now 我在阿甘大明星的那个，真的吗？你有可以看的吗？他今天有？哦，真的是。
制作人只有一只手机，他希望你赶快认识数字线，你会再买一只新的手机，你旧的手机就可以给他。他大概是这种心情。我来看一下我的手机好了啦。好，那这个部分用你的吗？那所以小林的还要念吗？小林的不用啦，小林的他们每一个留言我都有看了。好好好，那我们还会看下一个留言。我要先来找那个安安大明星，哎，我要自己来读那个线上的大家的留言。哎，请看下一个，哎，已经来了下一个了。下一个这个也很长哎，就跟你说每一个都肉肉等啊，怎么了？这个才是。不好意思，我拿，哎，摸一下魏曼的手机。好，对，他说这样好像变态，你看他还是有一些。就是道德观念很不错，你知道你们九月五号的人都怪怪的，哪有？我们九月四号比较正常。九月哎，怎么啦？九月四号比较幽默。哎，来给你念。哇，这个也很长哎。你就慢慢念，你今天就是念完就好啦。静茹，就是今天的活动就是你。跟上你的这一年多来真的很开心，认识很多可爱幽默慢婆。哎，我觉得最替他们开心的是他们因为认识我而交到新的一群朋友。哦，真的。我们在去年啤酒节终于见面，就这样经过了一年又二十五天，而且他们很可爱，他们都会算就是认识我几天，真的，对，然后都会做纪念。最经典的就是第一次被你呛，我有呛你吗？哎，陈静茹现在在听你念他的留言，他人本人在，真的，他说我的嘿，就你的，对，耳朵耳屎要掏干净，有掏干净，掏干净了。这不是真的有够可爱，有够好笑的。那一次种睫毛的直播，我留言快一年没见，想死魏曼。你说有那么久吗？是你自己太忙吧。天哪，陈静茹已经在网络的那一端哭了。哈哈哈哈，当时大家都笑了。然后我超级超级无敌想你，谢谢。好。然后第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临，我会一直一直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有一天。滑你的板，滑你的动态，每一天滑你的板真的很开心，是一个很可爱、很真实的人。我们这马念完嘞，好害羞。你知道马念完吗？陈静茹现在正在那个一直听，哎，他已经快要哭了。哎，你赶快哭啊！你赶快 po 一张你的那个哭哭的照片。哎，没有，干嘛这样子？陈静茹一直在线上，他说他要哭了，不要哭呢。他哎，你可以得到魏曼。今天来这里拍的那个拍立得，对啊，好，谢谢他们，真的都写得很长。有制作人就是说今天来就是让你走心时间，然后那个，而且我们今天呢、啊，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在那个，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因为这个五点的时间嘛，那大概可能有人要上下班啊，然后可能去玩乐，不用担心，我们会成为一个节目，然后。后面他们持续的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点选，然后就可以播出。好，打播第三个。哎呦，第三个是李桃，哎，他也是好久 ，Sunny Gu。Sunny Gu。Dear Man， 从真爱趁现在开始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后，再为你而追，蔓延相遇的1600多个日子里，始终一直都在。谢谢你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你开启了很多难忘。自己念这好尴尬。不会啊，你念啊，他们就想要听你念哎。开启很多很棒和感动的点。感动。点滴回忆，每一次与你在一起相遇都很珍贵，因为你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好害羞。不会啊，干嘛害羞？他们就说为你扑通扑通的心跳啊，他们在唱歌哎。为你扑通扑通的心跳。蔓延在我心窝，暖暖的，我们一起携手走下去。爱你想你，期待快相遇，你就是最美丽的幸运。哇塞，是一个告白的概念。我真的觉得你的粉丝都真的很有爱耶，真的。而且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其实要叫你来直接念出他们的祝福的，他们不知道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就会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也是在想说，请大家来留言，那总要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惊喜。一路走来，一直都在梦中初中一起长大，白曼的小太阳。哎、小太阳，你的粉丝不是有自己的名字叫什么小曼鱼，还是叫什么？小曼鱼不是吗？啊，随便的，没关系，就是喜欢你的人要怎样叫自己都可以。对，因为好像之前有一阵子我很幼稚的时候，都会帮他们取绰号。对啊，对啊，对啊，我是说你在幼稚的时候曾经取过什么？哎，刚刚有人，你才唱两句，吴郭鱼。哦，对啦、啊、对啦、啊，你唱两句就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哎，真的是对我真的是，对啊，那你要不要再唱两句？不要，你唱啦。麦孬，不会啦，真的没关系。今天不唱歌。
不会啊，没有关系。而且他们有人在讲说，为什么今天要那个提早来帮那个魏曼庆生？为什么？因为其实好像下礼拜你真正生日的那天，第一个也不可能叫你来这里啊。对啊，那天我要拍戏吧。对啊，那么忙，然后再来就是那天好像他们有人在考试啊，所以我就想说，既然在那个线上的那个状态当中，那就让他们可以这个好好的看到你在这边安安静静的这个。今天很难得哎，真的难得，相当相当的难得。对，现在那个刚刚有三个人对不对？得到了魏曼那个可以署名的那个拍立得，接下来我们就开放今天现场正在看直播的人有一个幸运的机会。此刻开始写下曼曼生日快乐的留言，我们将会再选三个人，也请魏曼为您署名，送上一张拍立得曼曼生日快乐。太快了吧！曼曼生日快乐，好，完了，来继续聊。哎，没有人在留言哎，真的，曼曼生日快乐。哎，有人叫我，你不要写我的名字，你要写曼曼生日快乐。第一个曼曼生日快乐的留言都还没有说，哎，对，好，这是我私心，因为他第一个写出来，他叫做林凯佩。好，林凯佩，你已经抢走了一个，三个署名的其中一个，剩下的两个，我们再让魏曼来选。制作人，等一下帮我开到那个。天哪，时间是快要结束的意思吗？真的耶。那这个拍照是自拍吗？是三张自拍。哦，现在怎么办？我们觉得才刚开始而已，我以为今天。太阳都下山了。你不要这样子，我们是想要帮你多争取一些时间，就是可以穿美美，哦、不用。我真的很后悔今天穿这样。为什么？我一直在缩肚子。那你要起来展示一下。没有缩就这样。不要这样子，你太大方了。你不在练核心肌吗？最近都没有练啊。呵呵。好，你要先自拍。要自拍哦。对啊，制作人的手机哎，就拍你自己就好了。我们在那个。安安大明星会看到那个位，哎，大家继续留言哦，曼曼生日快乐！你等一下帮我开那个，让他可以选的。我们今天好像没做什么哎，然后时间要结束了，怎么这样子？你的相机在哪里？啊，他的相机在哪里吗？我也不知道哎。哎，哦，你好多 APP 哦。哎，是他不是我？爆炸多的，你下面这个都是藏得满满的。有啊，因为你知道他平常工作也是很忙碌。奇怪哦，他没。不是他，就是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哎，你开错了，相机在。天哪，他如果知道你在操作他手机，他今天人生一定会很开心。娱乐吧，哎呦，就看到仔仔星什么东西。嗯，这相机到底是哪？就那等一下回来好了。呼叫制作人。不用啊，不用呼叫他，等一下就会回来了。啊，我知道啦，把手机关起来。要看到他儿子好可爱。他是他女儿。他女儿。有没有狗子？狗子哦。再按这个就可以自拍了。哎，真的，你好聪明哦！处女座人就是有智慧。你们是一个爱自拍的人，就有这种行为。我懂，我明白。曼曼生日快乐留言持续进行中，哎，哈哈，开始研究制作人手机。对啊，曼曼生日快乐，继续写哦。曼曼还没有空，那个曼曼现在还在忙。虽然那个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但曼曼持续在忙碌当中。恭喜林凯佩，对对对，恭喜林凯佩。哎，你拍几张了？哎，没关系啊。你就送他当生日礼物啊，他生日跟你同一天，难得你遇到同一天生日的朋友。哎，你有同一天生日的朋友吗？算了，不用说。没有。哦，真的。没有。曼曼生日快乐，选我选我，曼曼生日快乐，恭喜得到拍立得。可以吃这个水蜜桃吗？可以啊，你想吃什么都可以耶。而且，本节目今天也没有进行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大家好像、那个、他满意吗？满意吗？哎，留完曼曼生日快乐人继续留，曼曼我们很满意这样子，大概这样的留言。如果刚好两个都给你凑到的话，我们就要来那个抽出今天得奖的。张琼云说：“曼啊，我跟你生日差13天呢。”对，他是18号。我也不知道是往前还往后啦，就是大家扑通我爱你。哦，李建廷现在是要留曼曼生日快乐哎，然后你来留也 OK 啦，但是看等一下魏曼到底想要选谁，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女明星的心情有些也是很难做。哎，曼曼我们很满意，我决定蔡静秋，今天就是一个礼物的大放送，你也可以得到那个魏曼署名拍立得的一张，这样可以吗？就是我选是 OK 吗？好，等一下你还是要选两，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帮你，没有关系，真的，因为觉得今天来就是很开心，交给你 ，OK， 等一下就是你要自己来了。好，刚刚已经有两个人先得到了那个曼曼的那个
凯莉的照片。说真的啦，就是一直就是制作人一直对你就是有他的倾心。他从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问我说：“江哥啊，魏曼什么时候可以来？”这样子，他又害羞了。不要这样看他，他已经有小孩了。对，你有感受到他的镇定吗？九月五号的人都这样，都看不出来在想什么，看不出来在想什么。所以你现在是要把配拿给我的意思，而且旁边的人就是现在被我讲这句话陷入一种小小的那个尴尬。哎，我可以看哎，有可以选慢慢生日快乐的留言，然后要署名两个。慢慢，我们很满意。持续进行其他的留言中，你要往前滑，你要往前滑。好，那我刚才已经帮你选了林凯佩了，所以你不要再。哎，如果你又选到他，我也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你会觉得今天节目有点无聊吗？不会，我在看他们的留言。我们今天处女座有时候 tempo 比较慢，不好意思。现在出来是王信宇。啊、真的吗？对，你现在要选他的意思就对了。王信宇，你得到慢慢生日快乐，抽我。王信宇，你得奖了。对，他的姓是一个女字部，在一个幸运的姓。好，王信宇耶。马静文，慢慢生日快乐，只要有你都满意。马静文。好。还有一个对不对？嗯，随便你开心。你总共拍了，哎，我们这样已经选四张了哦。对，我刚刚选两个了嘛。对啊，我也帮你选两个，那你就再选啊。反正今天就是走一个大放送。瑞瑞耶。瑞瑞谁？瑞瑞。是那个瑞吗？哪个瑞？瑞。有一个我朋友叫瑞。瑞瑞。哦，你说你的朋友。Ray Ray June。Ray， 这我就不生日快乐，慢慢。所以你现在是要选他的意思吗？对。哇，哎、欸，你有记起来吗？哦，我们可以自己那个倒带去看就好了。嗯，对对对。慢慢，我们很满意。慢慢。周恩如。哪里啊 ？Z H O U E N R U。好，你现在是当做你拍了200多张吗？你现在还要再继续选吗？欸、不是这意思吗？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不是这样就可以了。你如果你还想再选就选。还要选吗？我。跟着节目的 tempo 走。没有我，他，你不要看他，你的 tempo 就是他的 tempo， 你不要问他。我们今天就是，处女座的一个就是瞎聊的一个好，看看大明星好，然后就是瞎聊就是本节目的王道，我们要立志成为国民聊天王。我很不会聊天哎。没关系啊，我国民聊天王是我本人，你是好聊天，我只要回答就好了。对对对，那那个等一下要去，啊、不能讲。让他们等下拍戏，对，要去那个，问你的那个下一集的那个，应该是说，重要，对对对，赶快讲一下。嗯，扑通扑通，我爱你现在已经播第三集了嘛？对啊，对，然后第一集就是很多大场面，是，然后第二集开始就进入剧情，第三集也是剧情，对，然后第四集更好看。你跟 boss 之间，我跟 boss 很凶，对，然后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大男孩。对，然后第四集有更多好笑的桥段，然后简红伶也会加入，而且还会有一个新的女生的角色加入。对，就是不要跟他们说，不告诉你们。对，然后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笑的桥段。嗯，就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希望带给大家第四集，要让他们一边看也一边扑通扑通一下，还是晚上10点？对对对，礼拜六晚上10点可以看三立都会台重播。嗯，但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你是当作你要10点才去上班吗？哎、欸，已经快6点了。对啊，要结束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开始留言。然后魏曼在写那个梦想大的留言板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梦想是什么？你还没写。我的梦想要写哦。就是你对梦想的定义啊。那我可以吃一下蛋糕吗？可以，请吃。哎、欸，有笔吗？制作人有笔吗？我在忙哦，不好意思。哎、欸，天哪、啊！制作人不在。啊，谢谢，我没看到。啊、不好意思，我刚完吃蛋糕啦。啊，你人不要走嘛。啊、那我要怎么写？我要写我自己的名字。最后来签魏曼。哎、欸，不好意思，我嚼草莓的声音太大声，我觉得有点害羞。你刚是啊，怕谁哦？我就觉得吃饭一定要发出声音啊。嗯，我不懂为什么吃饭不要发出声音。没有啦，就是不要那么大声啊。就是很好吃，对。明白明白。我们在现场导演都会规定我们
打哈欠不准对着镜头，要捂着嘴巴。要啊，他是为你好。我知道。等一下你被人家拍到，然后都剪进去幕后花絮，然后每一集都在打哈欠，这样像话吗？喝水不能边走边喝。是啊，因为他怕你泼到身上，然后戏服脏了、妆花了，然后等一下要重化，然后整个又时间又拖到你自己工作的那个。方海大哥，你魏爷啊，可以有气质一点吗？哦，真的，他你就没跟他说你就是男的啊？你只有看到数字线的时候才会是秒变。春晖导演想说什么？哎，这位小姐，哎，我刚讲你记得哈？嗯。然后他，那你都怎么回他？导演记得。对不起，对不起，导演，对不起，对不起。那冯凯，你都怎么回他？是好，我知道，嗯，没问题。所以他给你就是比较大的一些那个刺激。没有，就是他们就是不同个性嘛。不同个性。嗯嗯、就是很非常荣幸，我们这两个导演都超棒。天哪！啊、哎呦，你们很烦呢。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谢谢。哎呦，哎呦，可以当我的情人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大家的那个就是围在镜头边。等等等，来来来，你们来这边。来旁边。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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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知道我们就是很贴心，难怪我想说，对啊，在外面等那么久，你们在看《不露不露我爱你》。哎，你们好棒哦，让他们进来。有啊有啊，你知道，就是慢慢的粉丝都是可爱的孩子。好，所以我们就这样，你们没有没有一起，你不要觉得今天是你的主场，在我旁边。对啊，哎，我只有五岁吗？五号生日哦，谢谢。他们永远有自己的点子啦。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哦，好。他们进来，他们害羞，你们想要自我介绍吗？好，来讲几次。我是香菱。哎，他们愿意自我介绍，就是我一直香菱，谢谢。香菱，谢谢香菱。然后这位是以心，以心，你是演员，顽皮安，哎，我们刚刚有被他叫到名字，哎，刚刚大家都有被叫到名字。嗯，好了，他们都来，这是粉丝送的。你看，你今天可以许六个愿望，耶，好棒哦！但是今天就有六个愿望。好，赶快来许一个愿望。好啊，第一个愿望，希望所有喜欢我的朋友身体健康，然后希望他们心想事成。好，第二个愿望，希望他们都会看《扑通扑通我爱你》，然后告诉大就是喜欢我的朋友们，然后都可以支持《扑通扑通我爱你》，然后希望他们也都身体健康。然后第三个愿望，秘密。你们觉得他会许什么愿望？我们都一直都在。好好，妈妈生日快乐！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开放让粉丝进来，我很开心啊，真的哈，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跟他们就是很，因为他们刚刚在外面，我其实心里就是会担心，就是他们每次在外面，我都想说啊，又在外面等很久，然后不回家。好，等最久等到几点？就是九十一二点都有，有一次录影啊，还有一只啦，赶快进来，快点，快点，快点，他不知道怎么进来，他不知道，他在那边挥手，他叫做陈品言，陈品言，啊，真的，从这边走，这边，摇头很硬。哎，伟伟姐要拍照。哎，你干嘛？你这没关系啦。你不要，你很重要，你不要每次都把自己。我们都是那个啊，慢慢的好朋友。那节目第一次开放现场观众进到了那个，真的哦，对啊，就第一次。刚刚在外面会很热吗？不会，真的吗？让你们进来是一个小惊喜。那在外面去等一下。没有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哎呀呦，哎，你比较晚来耶。啊，你的花嘞？啊，没有开玩笑。好，没事没事没事。对啊，今天那个有什么？魏曼有什么让你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对人很善良。哦，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他对我们都很好，谢谢。他说完一个那个对你的爱，然后你就要把那花收起来。好，谢谢。啊、来，那个，那你先到那个这边来。你呢？告诉我，魏曼有什么事情让你就是一直愿意支持他？好好说哦。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个，嗯，就是他都对粉丝很好。哦，有吗？这是写好的稿子，就刚刚跟他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我有塞钱呢、啊。刚刚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给你，谢谢。好，下一位。
哎，看他们都很那个哎，哎，我们这样，哎，天哪，很环保，这个绝对不是塑胶袋。哦，你看有在看，有，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但他说不要送礼物啊。很有纪念价值的。但是说下次你可以去做。有，我有参加路跑了。哦，参加路跑，对，他说寄收据给他，对，不要寄现金哦。好，不是。那他有什么让你一直就是不断的，就是离不开的特殊的那个气质？一直很认真，很努力。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有这么好吗？我谢谢。没有，你是说话就好了。今天说的都是好话啊，对。好，来，那不好意思，那圆圆那个这边请。看我怎样？好好说。就是他有时候强强的很可爱，然后但是他很贴心。真的，今天可以进来是一个小惊喜，对不对？嗯。开心吗？那你要跟他说那个啊，今天是来庆生的，进来一定要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花，谢谢。啊，真的耶！啊天，你看，立刻有人那个，你今天那个怎么啦？你今天穿很漂亮哎。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今天是唯一就是个，所以他昨天穿很丑。转一圈好，没有，他常常都穿很休闲，今天特别转一圈。他叫你转一圈，哎，你很好 Q 哎，他叫你干嘛就干嘛。可爱。蹲下来，没事。你有什么那个喜欢魏曼哪边的？哪边？对，你喜欢魏曼哪边的？哪边？从头到脚都令我们着迷。天哪！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何德何能啊！花言巧语不只是男孩的那个，哇塞，惯用的方式，一个女孩也是会这样告诉她的女生。谢谢。从头到脚吗？对，真的。那头跟脚你比较喜欢？都喜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要再问下去，你可以收他的花了。好，我会好好洗澡的，每天把自己洗干净，好好保养。这位最晚来的朋友，嗨，你有什么要跟魏曼说的？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你可爱，然后幽默，一直搞笑给我们看。我没有在搞笑啊，我也觉得啊，奇怪，他哪里搞笑了？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的想法呢？对，但是那你最喜欢他怎么搞笑？你跟我说。他讲话很可爱了，那是天然的幽默啦。对啊，他不是故意搞笑，他其实是希望把快乐也带给你们这样子。謝謝。那你很大声的没有麦克风的跟他说魏曼生日快乐。魏曼生日快乐，谢谢啾咪。啾咪，然后你要收下他的花。谢谢。好，谢谢那个今天可爱的粉丝朋友来。对，然后你剩你一个人站在这边，他们会吃醋。那不然就大家都站过来，我没有意见。好，全部一起坐。好，现在你是节目没有啊？全部一起坐 ending 啊！好，全部一起坐 ending。然后你们进来之后，他就没有要写梦想版了。我等一下另外写。没事啊，你打算去上班了。这是一碗柠檬吗？好大一碗哦！真的耶！过来一点。好。今天那个在欢乐的那个状态当中结束了，安安大明星。耶！希望我们的那个庆生贴心小安排你会。很喜欢，谢谢建安哥。你要谢谢制作人，他谢谢制作人，他总一直跟我讲说他要把人 Q 进来，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控制一下。然后他今天就看着在那边犹疑的大家，谢谢大家。他不希望他们。哎，你帮大家办了一个生日会。我帮是啊，就今天他们刚好，因为我们只在想说，其实他那时候就有一点小巧思，他把要录影就是要播 live 的这个现场就 po 给大家看，嗯，告诉你说，哎，落地窗外就可以，因为曾经很多小朋友也会在那边等，对。但我们真的第一次让人家进来，就是算一下，这是安全人数，还照顾他们。对，开心吗？大家开心，真的。那我们在那个魏曼生日快乐声中结束今天安安大明星。好，哎，你们有到安安大明星按赞吗？有，有没有到建安哥的粉丝专业按赞？有，乖乖。那我们那个今天安安大明星到此，然后你送给安安大明星的那个观众一句祝福好了。谢谢安安大明星，谢谢建安哥，没有建安哥就没有安安大明星，大家一定要支持建安哥，因为他是一个超棒的主持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让大家可以听明星跟你们想说的话，就很自然的在这边聊天。今天心情好就说多一点，今天心情不好就来这个地方，舒压一下。希望来到这个节目之后的每一天，然后你们都可以过着开心幸福的日子。一定。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希望每个人就是。都是大明星，好，一定要。然后我们最后用最大的声，然后让整个办公室都听到的那个声音，祝福魏曼生日快乐。今天是他的第一个，就是你们一起的生日会。我相信今天一直到9月5号之后，你们每天都会帮他庆生。
对，啊，你现在是要哭的意思吗？他在犯泪的意思吗？还是他有一点那个老板油的问题？他眼睛很漂亮，然后这个灯一打，明白明白感觉就泪眼汪汪。好了，那嘉安哥 Q 你们哦，就是三二一的问麦生日快乐，我爱你，然后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好，可以吗？哎，导播你准备好了吗？要 Q 导播，啊，导播没有理我的意思，啊，导播说好了是不是？啊，好，那准备了，我们要讲什么？我爱你。哎呦天哪，你真的很好 Q 哎，大家记忆力真的很好。准备了啊，你要，你想要听到这样的大声？想，非常想。谢谢威麦今天来按大明星，谢谢我们那个线上生日会来到这里可爱的小粉丝。最后送给威麦最棒的祝福，然后结束今天节目，三二一。威麦生日快乐，我爱你。不乐不乐，我爱你。谢谢威麦啊，谢谢威麦。没事没事，开心开心。好，等一下你的裤子。